上个礼拜四，法市开董事会，用量脱离不少董事行，因为总经理郭建芬不是正该主给职务。郭建芬太动作，提出当多资料反驳相关事件，令人惊讶，就当多媒体这个报道。针对案件，国民党团就先开记者会批评，说呢公共集团的法市本政治污染，公共法系假。针对两组状况。六张的李伟家讲，尊重法律董事会的原则，然后提到总统蔡英文该继续行政站的必须长期了解。法治董事会总理办事用不得因的理由，跟总经理郭建芬的职务解除。国民党团会计长会讲，民进党处理公共集团的争议，是从政治上边的起出。也本国家看到总统府行政院都来答公共集团的人事运作。连日的一个纷争，彼此互相指控，彼此互相挖出非常多的内幕，人事纷扰，特别是牵涉到他可能很多的一些的政治意识的形态，这些都不是我们在监督这个所谓的集团里面我们所乐见看到的。针对有人争议行家受理公共媒体疏漏政策的关涉，民进党的比强调，董正军推出媒体是民进党坚持爱做到的理念同原则。每位法师董事会应该本国建粉是得好好表达也意见，怎么是知道啥批态度对亚个事情有唔好的看法？个人的一个冤屈也好，或者是他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异议也好，我觉得这个公管集团的董事会也要予以尊重跟重视哦，就是说必须把事情弄清楚哦，那一切就秉公处理。昨天啊，小英主席也有请行政院去了解，因为在目前为止也只能去了解那前后的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宜田昨天也面对民进党总统批评，当面同总统蔡英文共度法师的争议。立委何兴顺讲，蔡总统对亚基金指示行政院秘书长作用态，去了解古业事件，再过来看安样的处理。下个新闻，陈彦麟、陈新义特别报道。